伊就是伫五月底希望加强个政策，所来延伸个做工行善团，持续帮助弱势民众进行房厝个修缮。即个计划嘛是由着真济善心人士做伙来参与，才会当进行到即马。即个做工行善团是由着泥水工会、前往关林区、甲将军区两个所在来进行修缮，希望会当早日完工，让民众有一个舒适居住环境。为了落实市长王伟特将台南打造成为希望工行个目标，乐工叫的浙江行善团持续进行修缮工作。七月上午，由土水工会的志工朋友分别前往花店甲将军区进行修缮工作。这也是浙江行善团协助修缮的第199到200间的厝，非常具有意义。那因为我的市长在过经历过年之后，就一直在盘点我们所有的在房屋修缮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案子，那就鼓励我们志工伙伴，是不是一定要？制作的过程要把它排回去，这样赶工，让它农历过年能够完成。作为我们志工伙伴，包括今天来到江津这个案，今天跟明天两天都是由泥水工会的志工伙伴来做赶工的部分。希望农田跟江津这两户在下个礼拜15号经过油漆，还有我们农田的户案是经过我们内部客厅的装潢，那就可以完成，所以也符合了市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，所以我们两户都可以完成，所以下个礼拜同时会完成我们的第199跟第200户的部分。浙江行善团会使持续进行，也是有这群愿意付出的志工朋友，这个来协助修缮工程的志工，也有专家共同出动的，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之下，后生也共同投入这个善行。我会出来做，是因为爸爸跟妈妈在做志工，然后因为他们都有年纪的啊，因为这边假如我可以来帮忙的话，就可以分担一些啊，也会比较顺畅，因为都是同一个工班的，然后就想说那就参与看看，然后参与之后就发现社会上还有很多那种弱势团体，然后需要我们帮忙，然后刚好就跟着爸爸跟妈妈出来这样行善，这样对啊，就是这是我们的本业，然后做起来也很顺手，这样啊，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家的感觉。你做的时间拄啊第三档入来，啊做七档外吼，应该做头百三四场去有啦。啊，对这我感觉做这真有意义啦，会当帮助一寡安尼较弱势的。啊，咱拄啊做这做咧做工事本身也免搁去请人去开钱，就咱家己的工来服务安尼吼，我感觉规口罩来做，搁较有意义啦。随着无同专业技能的志工投入，协助民众改善大个环境，也期待伫过年前完工。好，就是民众会使伫舒适的环境过一个好年。记者郭博义，将军区采访报道。